哎，我看一下哦，那个，我今天在播了一个文哦，稍微聊一下这个。我很快哈，很快聊一下，因为这个没什么好讲的哦，这个。好，我今天这个。看到了这个新闻，相信大家都看到了哦。那我也发了一个文，那也有很多这个很多国民党的朋友进来讲话哦。那首先我找一下 YouTube，各位等我一下哦。乌拉拉，嘎嘎嘎嘎嘎嘎乌拉拉，嘎嘎乌拉拉，你好。虽然自由时报很绿啦，但是这个还是事实啦。我们讲一下，好，我今天发了一个文，那你可以去我 FB 看。那老师也是讲这个的时候，就是哎，人家就会说，哎，馆长，民进党以前也是这样啊，以前民进党也是这样啊，哈。然后我来跟你讲一下，也是这样哈。来，画面拉回到2016年，哦，2016年蔡政府上任。到2018年大获全败，你记得吗？韩国瑜当市长，高雄义委蓝过半，然后全台湾输了超多个县市。哦，我今天跟你讲的就是说有前车之鉴啊，你他妈国民党不看清楚啊？现在都什么时代、什么年代了？民国几年啊？人民的知识水准现在很高，人民都知道立法委员该做什么工作，人民都知道，大家都知道，你应该去做质询的工作，你应该把你的政治目的诉求在比较正当的，比如讲说你很准备的很妥当的质询内容啊，去质询官员或是各方面的东西，老是要这样空转。哦，拍谁会看不到？那你跟我讲，民进党以前这样乱，所以民进党2016年输爆啊，2018年整个被电呢、啊，所以民进党赶快改啊。卓荣泰还来我这边问我，请教我该怎么做。我也是跟他讲，你们不能再这样做，你们要怎样做？要听民意，要尊重民意，大家都去听。那民进党有做吗？那你国民党，我一直在那边讲，我讲了 N 百次了，不要再做戏，不要再作秀了。而且大家可以看前两天的新闻，前三四天的新闻，柯 P 也不爽，柯 P 民众党那边人也不爽，昨天实力也不爽，什么意思呢？今天这场不是你的呢，今天这场
还有其他的在野党，民众党实力虽然人家小党，人家是要用正常的方式上台质询，人家都要选了，你懂吗？好，我们今天姑且把它论说，我们姑且把它论说，这个立法院是用来做戏的。你做完戏了，大家都要做嘛。你不能说你为了演戏，你就把这个舞台掀掉了。只有我国民党在演，其他的民众党实力，人家要不要演？人家也是要表现，因为22年人家要选举了。民众党跟实力，人家都有准备市长跟议员要出来参选，人家也是，这个是舞台嘛，人家也想要表现。人家也想要表现，但是你把桌子翻了，你把整个议场占了，你们人多嘛，民众党就没有办法表现啦。时代力量干你娘，他也没有办法表现。所以时代力量长邱显智就没送，那个陈玉珍吐啊，你是在痛啊，规天就弄这個，我们也要质询呢，我们是要替人民做事的呢。我这我看这我一定要打一看，看，就是。你今天也替别人想想看，别人也要质询，别人也要政治舞台嘛，你就妈把他 end 掉。那个女的叫什么？陈时珍，陈玉珍。好，我们看哦，这昨天的新闻。没有舞台，我马上再调出来，好吧？调出来看你有没有说，你不让我质询，我怎么来跟他换东西？这是你亲口说的。堂堂的法律学者大律师在议场的时候，自己亲口说出，我们有录影，说他要质询是因为他要跟民进党换东西。人民选国会议员来到民主殿堂，不是要来交换东西的。没有我们，我马上再调出来，好吧？调出来看你有没有说，你不让我质询，我怎么来跟他换东西？这是你亲口说的。你的这种抹黑哈，是在媒体都在，我们来录。我基本上是觉得这样的哈，国民党作为一个最大的在野党，应该值得。值得一个更好的一个国会议员，而不是像陈委员这样一天到晚在抹黑，然后把国会当作马戏团在耍。对不起，我来讲这件事情。去年国民党一样悲歌，但是邱显智委员难道就因为失去这样失去了质询的机会哦？没有，国民党悲歌了12次，在去年的时候，邱显智委员一样获得上台质询的机会。今年我们在3+11报告的时候，我们还帮少数党争取了原来由一个名额争取成为两个名额。我很遗憾，同样身为在野党，时代力量再这样发展下去，只会让自己越做越小。哦，这个就是他前面有一个哦，他可能我没有我不想去找他这个新闻哦。他前面有一个邱显智在骂他，大家可以上网继续找。他意思就是说，我们领人民的薪水。啊、我要质询，那、啊、你们老是这样，哦，大家可以今天又这样了，就是大家都要去质询，大家都要表现，啊，你嗲嗲的话呢，安呢，所以真的啦，我真的觉得你们国民党根本不会做在野党，在野党不是只会闹，在野党是要去质询去做事，哦，啊，你不会做，馆长教你做，我现在就马上教你做，你绝对今年22年绝对高票当选。但是你们绝对不敢做哦，没关系，傻逼死欸，馆长赏你，傻逼死啦，麦克你给我钱啦，欸，馆长，请问你的高见，第一个哦，反中嘛，主席说从今之后没有九二共识，也没有一中各表，我们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台湾，哦，反中嘛，你敢不敢？你不敢嘛？老实说，我们扣你红帽子，结果你的主席一当选，就自己给自己戴上一个超大的红帽子。哦，这我就秉着供了，你不敢做嘛？第一个叫反中嘛？哦，没有嘛？反共嘛？没有嘛？哦，第二个来哦，重点来了，第二个，所有的立委不要闹嘛，对不对？提案，司法正义嘛，敢不敢？提案嘛，修改刑法，修改一些条文嘛，国民党出来直接提，就算被否决掉了，欸，我们国民党有哦，我们国民党要做司法正义哦，民进党否决了，电视直播大家都在看啊，国民党30几个立委同意盖下去，我们要司法改革啊，开始讨论案子啊，要修法啊，民进党反对哦，你让人民看到了，国民党要司法改革，你敢吗？你也不敢。第三个，居住正义嘛。我们要囤房税，国民党全部联合起来，我们要做囤房税，我们要严重打压炒房卖房行为，
磕下去嘛，囤房税嘛，我们要求立法，然后你直接送议会38个立委直接签名，然后投票表决，然后民进党全部反掉，你稳重了，你送了。民进党全部反掉，新闻一报，国民党提这个修改法律，要这个居住正义哦，要这个囤房税，民进党否决掉了。那我跟你讲，你稳赢的。问题你也不敢做啊，因为你们更烂啊，因为你们他妈财阀、财团、建商，你们保更多啊。司法改革、法官什么，你们保更多啊。所以嘛，你们到底做，你们到底敢提什么案子？那民进党更不用讲了啦，他提都不提啦。所以我今天跟你讲嘛，你要赢就是这样嘛。那这样我真的看不懂什么东西啊。啊，其实你们都是一样的嘛。对。所以没办法嘛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这么好选，一次就可以把它 QK， 啊，你不敢，哎，这是没有救了，真的。